微信老前身录像现在开始。现在场上表演的是陈正文，他今年80岁，他表演的是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。老架二路，他今年75岁。
老驾一怒，他今年76岁。Thank you.
好，是不是？好嘞，过来站。
小驾一路，他今年66岁。
软了一下。我怎么了？我想说
后积累的人口过去的消费的爱情不是几十万的爱情是一个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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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爱情是一
Thank you.
Thank you.
看起有人听的。陈春爱表演老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。陈氏太极拳以老架、小架、新架、大架之分。老架包括老架一路、倒架二路，新架包括新架一路、新架二路，小架包括小架一路、小架二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太极单刀、太极双刀、太极单剑、太极双剑、春秋大刀等。现在陈春爱表演的是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。老架一路为功夫拳，以柔为主，柔中有刚，一动无有不动，一静百合皆随，不是发气之言，以腰为主宰，处处运用螺旋劲，以形引气，以气催形，练习时应上下相随，连绵贯穿，呼吸自然，虚实分明，唇角松肩，含胸塌腰，虚发相变，快慢相间。